可能这个出货很有快感，好大声，把前面的也拉过来了，把前面拉过来，可能不用跑，不用跑 ，OK 的。这个是硬的，那不是塑胶的。不用跑，不用跑 ，OK 的。我们这一集有东西送观众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边是店里有只猫。今天来到新竹。对，其实好像还没有来。上一次来新竹是我们还在拍一些美食啊、影片的什么东西的。第一次来新竹家，嗯，有点。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感觉，对，好像蛮多人希望我们来家的，但一直没有机会来。好，那今天来到这一家叫做猫抓老鼠。刚刚大家巡视了一下，蛮多有趣的活动，然后有很多看起来好像可以夹的东西，还可以夹换对赏，所以等一下就是来试给大家看看，然后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出货画面以及有趣的活动怎么体验哦。我们应该有什么东西给你们，所以记得看到后面。那个在开路前啊，我去试玩一下旁边那个 Kitty 啊，结果20块就被我夹出来，然后我又转头一看，发现这个30块保夹，所以差30了，那就试试看，因为它摆成这样嘛，就很想要你知道抽底，所以我真的就故意，我们就故意乱玩一下。啊，没夹到啊！啊，没夹到啊，好可惜哦。好了，保夹了，来。真的哦，抽底，认真抽底哦，不开玩笑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可是他叠得很像在玩叠乐一样。可是他好像有锁现场哎。你要来找我们哦，可是我没有带你的猫哎，对不起。会，有现场，但是我好像要做出有趣的事情来了，这样有机会。两个，好了，好像还可以。那30块两盒，就先这样吧。来，这是刚开路前我就先试玩过了，这个位置还不错，试试看。哎呦，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。哎呦，没开摄影机比较强。对，真的是没开摄影机比较强啊。哎，好了，看你要说。可以，把它吸出来就好了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开了摄影机之后就夹不出东西来，有这种事情。前面那次有夹出。对啊，有了吧？有，哎，真的不是蛮佛的，可以。我们上一次在不知道哪里夹了一个很好笑的这种摆放，对不对？那个台北放星球的时候是放星球吧，然后就是不小心就会滚下来，我们试试看这边是不是也这么好笑。反正它这个，哎呦，对啊，它直接翻跟斗，反正就试玩一下了。因为它是放的有点斜斜的，它这个没有斜啊，它这个是平的，不会滚下来。嗯，有啦，可以啦，这个好笑，这个就是试着去撞它后面。所以应该要抓在这个点，我试试看哦，这个要稍微测试一下，撞一下，有 get 到了，直接飞出来，有 get 到了，撞它的后面，撞，你很会撞，有，我现在会撞，滚出来，它滚两块，等一下，我剪一下，这块爆炸吧，它疯狂的，它疯狂的滚出来，那今天我觉得主轴会有点小放在就是洗一些这种简单的小东西为主，偶尔夹一些大东西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要，你看又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好玩，因为呢，它这边20样商品呢，可以抽一个球，对，啊没有打到了，然后呢，就是抽到的球有机会直接抽到那个夹物金1000块2000块，对，每20样，然后每一车都可以，所以凑东西喽，你看我们抽到好多东西了，它补好了，我们继续撞这个奥利多，这个很好玩，再玩一次给大家看，哎，怎么夹到了？哎，还是掉下来了，好好笑哦！撞，哎，这个好好玩哦，这个一进来蛮吸引目光的。各位啊，要坐后面还是直接开始玩？先试试看它的爪子活不活吧。哦，看它袋子好像拉得起来耶，好像拉得起，好像。只是好像把前面的也拉过来了，把前面拉过来，可能不用跑，不用跑 ，OK 的。这个是硬的，那不是塑胶的。不用跑，OK 的。我们这一集有东西送观众了。
继续来试试看这种塑胶袋装的，先把路障清除掉。哇，等一下，对啊，没有啊，就是没想到清除不掉而已。那不要夹就好了。有了，哦，反而它上来了，那我们把后面垫一下，不要让它掉回去。这爪子偏慢，哇，这个补的哦，补位大师，这个就看直接直上直下抓捏袋子会不会直接就起来就好了。袋子哇，没有抓紧，嗯，好像要再深一点点，再多一点，对啊，多那么一点点就好。欢迎光临阿抓老鼠新竹旗舰店。哎，喂喂，又来又来了。抽到三角形符号就送小五一千，一定要逼我多花十块，好过分哦！就送小五一两千，有了，哎，夹到狗狗了。你觉得它这个设计蛮可爱的。你说上面点点？不是，它的厕所旁边呢，就直接是一大包的卫生纸。好哦。对啊，它上面点点，这个拉得到吧？可以拉下来吧？真的可以。这个是，哦呦，它就这个洞了，对啊，这个洞，然后时间就到了，等一下哦，那后面那个也可以拉下来啊。爪子太大，容易顶到旁边。有了，耶！这宝夹三百七元拖190，不知道这好不好玩，看看拿不拿得到，好像拿不到。然后这个打板比较高一点。对啊，这个比较贵啦。所以试试看，反正就是这是保龄球，反正嗯，我觉得就是我好像有点海苔退烧，有点忘记本来我们这频道拍这些东西的初衷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不是一直来就是帮大家测试一下东西各种好不好夹的吗？我这前阵子我觉得有点太在乎我会不会失误啊，会不会夹不出来，好像不用在意这件事情。重点是大家有没有喜欢看我们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好了，对。我突然觉得要改变一下心态，不然压力太大了。好，所以今天呢就是随便玩，看会不会随便出。有，在挡板上了，吸脚胶出来。哇哇，这个有难度哎。一定有啊。嗯，这真的有难度。它这个吸袋子不会起来，不知道是因为爪具的关系，还是因为太重的关系。可能哇。这个出货很有快感，yes, 超大声。这个一进来了，我们的辣台女王那就觉得很好笑，这个这很好笑。对啊，它中间看起来很空，它就是我跟你讲，它这种就是用视觉来骗你投钱，因为它就是故意摆这样子很满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就会夹到，对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还可以，一定还可以啊，一定不是啦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好穿。他真的每台都这样，而且我刚刚看到旁边就有小朋友，那边拉，也是在这边拉。瓶盖哦。但是他这个是小包的，说真的，那没关系。他这个是相对便宜的那一种，他不是那种超贵的那种卡拉木的，因为有一包是40-50块的那一种，比较贵的，他不是最贵的那一种。这个蛮好笑的，这真的蛮好笑的。他的每一个太空包其实都是长这样。对啊。只是我们还没有去玩而已。好喇归好喇嘛，顶多就是给你喇个两包。差不多了，两三包。如果你接下来想要继续喇也喇不太到了，然后就是想办法要，你看它其实蛮丢的，但它其实它的爪子就是没有那么的佛啦。说实在的，你要还是要会抓对点。如果你是一个小朋友，我们就示范给大家看嘛。你今天如果看到哇直上直下，我们试试看这里，对吗？它还是会掉出来，好吧？那对不起。想要凑人家，结果一直出货，哎，白痴！我对不起，来我们看这个，这个好低档版哦。它哎、欸，它好重哦。是的，你看我一直这样子不停的撞它，它还是不会倒下来。哦，下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没有，我知道怎么夹了，因为它这里没有，它这边的磁力会吸到它。哦。小熊饼干，它为什么长这样？哈哈哈哈哈！那边急，我就看他摆那样很奇怪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比卡斯狗还好夹的哦。还好卡斯狗不在新竹。
在那边挤的。完了，这片要被骂了。好，老板娘说呢，这个很贵。这本大概卖80-90。这么贵哦？应该要夹这个，然后它就应该会被一起拉出来，应该啦。我觉得计划是这样。有。没有，好吧，就这样。撞它一下看看，撞出来，有了。好，有了。划算呢？划算了，瞬间变得很划算。这样如果赞了。好，马克说想要看洗衣球啊，试试看这个有没有机会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嗯，有机会，太扯了吧！10块钱呢？赞哦！然后他这边满满的墙呢，就都是这个 A 赏可以换的东西啦。你有几样 A 赏就可以换，那有些时候不是 A=1 啊。有时候 A=2、A=3 嘛，你刚刚夹到的时候。可以换电影票哎，还是应该只有一张。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夹的量已经可以换电影票了，然后也可以换，如果是简单小东西的话，其实文旦啊，牛排可以。文旦啊，牛排、炒虾，然后炒虾、小米体重计、延长线，其实都换得到哎。来，刚刚经过精密的计算，想看细节去看直播啦。反正45样，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他这边活动这个很可爱，抽球游戏。夹满一车或20样就可以抽一次。三角形符号1000，星星符号2000，没有符号就是精美礼品。啊？哎，星星啊，星星对不对？是星星对不对？有星星，有啊，在这里，你是不是没有看到？真的有人抽到过吗？有。2000块有人抽到过。我们上礼拜天被中了10000块，1万2、1万。技巧是什么？没有技巧。心无杂念。有了，有，你看有画图。有画图有好了，精美礼物是什么？精美礼物是你们看要这个饼干还是饮料？20样，然后打卡就会送购物袋。购物星。好啊好啊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感谢。半车2张，1车5张，2车12张，也太多了吧？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有2车嘛，所以我们会有12张的摸彩券，而且人不用在现场。对，赞哎！然后他们就会抽这些小米的一些东西之类的，这样子。好热，很累，是不是？很热啊！今天天气很热哎。所以我们刚刚忙碌完了，现在呢先坐下来，旁边而已，走路5分钟，吃个饭。现在来到这一家叫做蒋来初，名字蛮可爱的。对。卖的东西也很可爱，是他们的东西很浮夸，隐身在这个东门市场里面，光这一桌就可以介绍一阵子了。你要一口气全面完。来，炸物拼盘，烤豆腐，它上面是味噌哦，刚刚就炙烧，很酷。炸广岛牡蛎，炸小卷，整只整只丢下去，那个画面。切那种一条一块，发是整只这样。好像在我们渔船才会看到的画面哦，然后丝瓜蛤蜊。再来，这两个是他们家就是最重点的商品啊。嗯，鲜虾、鲜蚵、面线，好大一碗的，一只一只排上去，对啊，满满12只。它也有鲜虾面，它就是直接鲜虾绕着整碗的。它也有鲜蚵面线，对，啊，这个是综合的感觉。然后它还有很特别的，还有那个猪肋排的面线，但我们就没有点那个太 heavy 了，我觉得。然后再来这个是牛肉。它这个是炙烧过的，它很像在吃牛肉冻饭一样。然后它这个算是一个 set， 对，就是会有这个唐扬鸡，加上这个溏心蛋。然后它自己本身还有出一个鲜蔬鸡面线，就是把这个唐扬鸡放在上面。其实也是很特别。就是他们整家都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说真的，很特别的一家店。那我们先来吃看看，吃饭。其实我们刚在有间拍一些单品的东西，他被吓到了。嗯，这个广岛牡蛎很好吃哎。就是它真的很新鲜，没有像那个胡叉精。不是，他们都会有那种套餐，会有这种大牡蛎，然后那个都很小颗，就是会都是裹那个粉，中间还有空隙这样。它那个是完全没有空隙的那一种。刚派先吃这个，就很厉害。这个我觉得吃起来口感
很特别，因为我本来以为，因为它外面有裹一层粉嘛，我以为它会是很酥脆，但它不是，它还是有保有小卷的那种口感。然后他们家这个炸鸡啊，它一直就是订单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然后它就是有两种，这种就是他们的咸酥鸡，然后呢，那个是唐扬鸡，唐扬鸡哦，就比较脆。嗯，而且我们已经放了一阵子了。它就是要够脆才可以放在那么上面，因为它会放在，不然就烂掉。嗯，那个我本来以为啊，他们这样子的东西的话，价位会超级高的，但没有哎，他们的价位是很亲民的。我有在新竹啊，然后这种服务的话，感觉会贵到死掉，并没有。而且它这个面线很酷，它还有加那个，你有看到蛋酥？对，它加蛋酥，很少看到有加蛋酥。刚刚应该老板娘吧，她跟我说啊，觉得他这边很多学生来这边点啊，他们也不会奢，就希望你加什么什么东西，就是希望你蛋酥加多一点。真的、哦？对，他们蛋酥应该是蛮好吃的，我们就配着一个蛋酥跟面线吃吃看。嗯，很有 feel， 主要就是因为大家知道面线糊糊的嘛，但这个大的蛋酥跟刚刚吃的那个唐扬鸡一样，很脆。所以整个口感加上去，提升了很多层次出来。而且他们家这个面线其实比一般你看到的还要大碗，超大碗。我刚才问理由了，理由很好笑，是因为老板他们之前把小的碗打破，然后只要买新的碗，然后他买新的碗的时候发现好像跟旧的碗长得差不多啊，结果就越买越大，现在就变成这么大一碗。这到底怎么吃？他说这个是差不多一到两人份，他说有人可以直接一个人吃两碗也是有。你看它这个鲜颗，哇、哦，超大一颗，你可以镜头好好看一下吧。能看到吗？能看到吗？这个根本就他根本搞错东西了吧？这不是面线吧？吃完了，嗯，那现在其实它这个呈现一个人声鼎沸的状态，真的生意好，所以我们就瑟缩在这个角落。其实今天这两间店的体验都蛮不错的，然后来店家送东西喽，特啦，特啦，特啦，行动电源跟那个延长线啊，哇，是超实用吧？这个。送会员，对哦，这个贵，这个送我们一般观众啦，留下店家的名字吧。我也觉得两家店都需要推广一下，然后两家店都留一下吧，就是留个这个猫抓老鼠跟这个想来出，对他们还有做自己的这个黄豆袋，对啊，所以就是你看刚好是两个袋子，对，猫抓老鼠来出，那你带这个袋子来的话，来回购的话会有折扣，这个不是这个，对，这个会有折扣，所以这间体验新竹，我本来以为新竹的感受会是还好，嗯。然后东西可能贵，然后嘉义这地方很偏这些，但其实这两家体验都很好，还不错，东西好吃，然后东西又好吃，还蛮不错的，还蛮不错的。这个这边这一家真的蛮推的，它缺点就是比较热，在市场里面，所以他们有在规划，可能也许以后会搬到店面之类的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啊，真的还不错，蛮赞的，东西好吃，老板人很好，很亲切，这一家还行，都还可以，不错，就这样。推荐给新竹的这两间给大家了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等下还要去另外一家店，那再来下礼拜还要去高雄。现在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人在高雄，所以我也不要错过后面的影片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然后加入会员，有好多东西要送会员，就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